相信我，可以相信我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还有三分钟开讲啊，一个音乐家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直播间有个2500。大家如果除了钢琴和小提琴是吧，钢琴小提琴我看看啊，那钢琴小提琴它2500和500，还有三分钟了。谢谢白衣，算了，我先把他杀了。我先把他杀了，我们再吃饭吧。要不然我这饭吃的也不安生。我先把他杀了。谢谢梦醒时见你。呀，连续送三次10个，算不算30个？那肯定不算啊。就是你送10个有可能会出小提琴，送30个有可能会出钢琴，但是要一次性啊，不能说一个一个点。很简单，走完了。谢谢白衣，还有1分钟开奖啊，而且我们直播间还有个2500。看见没，屏幕上方已经出现一个钢琴了。我车没了，小伙子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。打呀，你怕什么？回来锤！你打呀！W 闪，谢谢妖怪小强和这个狂想曲，我们差点送礼人数啊，大家可以把大旗刷一点，顺便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抽奖。谢谢老板们的狂想曲啊，不是狂想曲，吉他摇滚吉他谱。谢谢老衲法号中奖，谢谢球球才不是那个球，感谢 T 的木稳，三把长剑。谢谢天才传奇宗师老衲法号中奖，恭喜天才传奇宗师。谢谢瓜皮捧捧，还有大气没，来点大气，差五个人数。兄弟们 QE 平 A 再 A 再 AW 套点盐 A 接一个 Q 跑，等他血怒消失，让他搁那自己滑了去，让他慢慢自己在那玩 AQ 意思。我们不着急，急的应该是他，你知道吧，急死你，憋死你，我看你来不来。既来
你觉得你跟德赛几开？单从猴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跟他五五开。如果他要是选择康特我的英雄的话，那我们应该是零十开。但是我单杀过他，哼，你别管怎么样，咱杀过。你杀过吗？你没杀过吧？这波他肯定想杀我们啊，让他觉得能打得过我们，其实他打不过我们。 W 一手 AQ 接 R 走位，让他拉不着 EA 死。我有个小饼干插个眼，哎呦，蓝枪，哎，追不上就别追了，怎么追呀、啊？能追上啊？还追？还能追呀、啊？塔皮没掉还行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样吧，这样出去。没看见我单杀德赛，毕竟最近才关注我的。没有关系，我录了视频，没有关系。想看可以给你看一看。可以去哔哩哔哩，有个号叫蓝莲汉的粉丝儿。粉丝儿有剪辑录制，嗯，干啥呀？哎呀，锁！你要是不看着他，他可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知道。这为什么不大？说，为什么不大？说，为什么不说？不大，我觉。看看蓝枪的红在哪儿啊？哎，打个红。要蓝枪死了，这鳄鱼狠呢、啊，小戴这鳄鱼。你看这小戴，这蓝枪满血，让这鳄鱼给杀了。这波你们肯定以为我要回家，但其实我不回，我还要再杀一波这个洛克萨斯之手，让他以为能打得过我们，其实他打不过我们。EQR 点燃 ，AQ 接钻起来。他出啥了？金鸡背心，我是怎么有反伤呢？回家了。这鳄鱼一看就小带，这把有点顺呐、啊。这把的队友也还都还可以。回家。先来个这个吧，能回血。他出了一个金鸡背心，我们要是不出回血，他就会反我的伤。他反我的伤，我没有办法吸血的话，就有可能会打不过他。哎呦我，看着没？这鳄鱼，鳄鱼有想法。鳄鱼有想法，看着没？小戴，
给你来个无影棍吧。喝了，毕竟他没有技能了，杀了也比较正常。为了不让这个鳄鱼把我们一些塔给我们拿走，我决定在这等一会儿，把这个塔给它拆了，看鳄鱼什么时候拆啊。这鳄鱼跟我对视，是不是跟我对视？我先把这塔拆了，我再收拾你。这有点神志不清了，我这一看这是要干什么。我先杀你个落手100块，我再杀你个蓝枪300块。哎我呀，来，你是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呀。我这一看呢，这小拉克斯要抠我，你能中一个技能算我爱你。咱也不知道干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闪现？我让你看看我有多长。哎呀，还跟我秀起来了，还小妹妹收波兵。在那里勾引我，2889，差100块钱。哎呀，又勾引我，没用，不理他，我们不理池，好，不理他。其实理他也可以，也不是不行。走位，亚索来了，这边赶紧跑。这不行了，这他攻速太快了，他太快了，他没懒了。鳄鱼给我爆头，鳄鱼给我上，鳄鱼想走位。但是被玩了，鳄鱼上头了。哎呀，鳄鱼这波不对啊，鳄鱼不对劲呢。带节奏了吧，嗯，陪你鱼玩，陪你啥呀？你觉得是 MVP 是没了，还是杀九个人没了？首先杀九个人肯定是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没，已经十个了。你觉得 MVP 会没呀，兄弟？不会没的。刚才我没想杀他啊，我要想杀他，我直接 R 他，他都死了。呀，好能穿呢，鳄鱼在这呢，怎么办啊？好穿，先把这塔拔了，然后转起蓝枪，把蓝枪先给他转死，剩个落手的也没什么用，耗个点盐得了，不上了，100块钱不值得，他不值得我。可以，瞪过来。300块，速度下一把好吗？你很急吗？
MVP 没了，不可能！我拿我命跟你担保，不可能。首先我们十三级，其次我们杀的人最多，再其次我们虚区最高，再其次只有上路是，也不是说只有上路吧，就上路也是非常惨的。而且我们死的也很少，就死了一把。拆吧。不会没的，放心吧。这 MVP 指定是我们的，放一万个心吧，你就。